张柏芝三胎儿子生父之谜还没有揭秘，港媒又爆她已怀上第四胎。据港媒报道，张柏芝最近的动态非常反常，已经神隐一个月，称张柏芝已怀了第四胎，目前正在停工休养中。据悉，张柏芝的社交网络平台已经停更一个多月了，最近发布的一条视频是在1月13日，视频中她用快问快答的方式回顾2023年一些难忘的经历。视频中的张柏芝长发披肩，状态很好，非常的漂亮。不过视频中张柏芝只有拍摄上半身，并没有露出肚子。大家都知道张柏芝经常会在社交网络分享她和儿子们的日常生活，按理说像过年这种重大的节日，照以往来说张柏芝肯定会拍照记录并和粉丝们分享的。一个多月没有任何动静确实有些反常，因为是读者爆料，港媒便联系张柏芝的经纪人进行求证。不过截至港媒进行报道前，张柏芝的经纪人则选择沉默，没有